还能牺牲多少青春和黄昏，还有多少琐事值得去怨恨。你眼角已经爬上几条皱纹，我已不是当年的人，回头看那一去不返的青春，还有遗憾不敢后悔留几分。可是物是人非，时光太残忍，一代新人换旧人，我们都不像人了，心里的火还在燃烧，看不惯的事本应该越来越少，何必还要再去计较。做完饭就真买的啊，还能牺牲多少凌晨和黄昏，一擦就干净了，主要是为了这样的话呢，咱不用洗洁精，一冲就行。你眼角已经爬上几条皱纹，可干净了。然后油都在这小抹布上，你瞅一下，植物油用凉水和热水泡都行，然后动物油、牛油、猪油、麻辣烫油就用热水泡，完事儿了。哎，吃饭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奋斗蓉姐。早晨下雨了，我们又没出上早晨。哎，今天这个疙瘩汤养胃呀、啊。不咋疙瘩汤，没啥吃的。你这样炒出来鸡蛋是不行。来，太烫了，不行。八点了。那也没饿。那不是，他这到点就得吃你，要不然胃黏膜。岁数大了，就是器官也不抗造了。我十几年前去检查的时候，还是浅表性胃炎。那浅表性胃炎，实际上就算是不算啥，就胃气。你看，十年以后就胃遭这样。也是在外头出摊吧，吃饭不硬吃，早晨就垫吧那么一口。你咋没做荷包蛋呢？温炒鸡蛋。然后晚上出摊有的时候也是忙了，就饿的也来不及吃那顿饭了，就是造。哎妈，他卖菜那帮人，他们都是，哎呀，不光是胃病。什么糖尿病什么的，因为那晚上吃的晚，那个半夜吃饭，完了半夜起来上货，所以底层人的生活往往真的是为了健康来换生活了，真是、因为没办法呀。用攒下来的钱，然后呢去晚年看病。要是正常上下班儿。那种没有啥压力，你正常吃饭呗，有时间整。那有的时候没时间，赶着那个点儿。对，有几个说的半夜上完货之后呢，不吃点啥。就饿，那都饿一天了，就在外头对付那一口，他搁家做的那还是不一样。病都是一点点攒下来的，哪是一下子。发现剥了疙瘩汤的时候，搁点海带碎啥的。海带啥就鲜亮，反正我做的酸菜没啥山珍海味，反正就是普普通通的。啥山珍海味？我看人家那做的都可好了，肉啊鱼啊虾。老百姓的生活不就这样吗？谁家能天天吃山珍海味？咱家太简单了，这就挺好，你能吃饱就行了。普通人的家庭，普通人的生活。今天下午要是能请，到了好像下午行。不做副业事儿了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然后能注意身体就注意身体。我去做胃镜的时候，我对门就是做肠镜的，我感觉做肠胃镜的人可多可多的了。是不是啊？哎呀妈，可多了。做完胃镜之后做肠镜，直接做肠镜，那他肯定是这。消化这一块肯定都不舒服，都查查。现在人吧，要么就是像我们这种生活没有规律的，为了生活就没有办法饥一顿饱一顿，要么就是大鱼大肉也吃的多，烧烤啊、麻辣烫啊、麻辣的那些东西，
吃仙草也伤胃啊，嗯，还有吃夜宵，孩子们尽量多注意呗。不是在能够用的情况下，别太伤身体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大家都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，拜拜，明天见。